了奥特曼冰淇淋，我就会变大了，太好了，我要去打怪兽啦！我要吃掉奥特曼冰淇淋，我也要长大，我终于长大了，我要和熊大熊二一起保护森林，去找熊大他们了。我也要吃奥特曼冰淇淋，我也要变大一些，哈哈，我终于变大了，我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喽。我的警车太小了，我也要变大一些，太好了，我变大了，我可以去抓很多的坏人了。爸爸，哎，太阳出来，月亮回家了吗？对啦，星星出来。妈妈，有怪物呀，你快来。佩奇，哪里有怪物呀？孩子不好，快跑，快把孩子给我。我要吃了他。你是什么怪物？为什么要吃我的孩子？只有吃了他，我才会长生不老。我求求你，不要吃我的孩子。妈妈，快救我，我好害怕。快放了我家佩奇。哎呀，什么东西打的好疼啊，不要打我，我放了你的孩子，你饶了我吧。爸爸，你太厉害了。佩奇不怕，爸爸会保护你。姐姐，给妈妈一个。给你妈妈。妈妈不要草莓。我知道了。弟弟，给妈妈一个。妈妈给你。妈妈不要圣女果。我明白了。老公，给我一个。哈哈，我知道了。你摸什么摸？我要西瓜。可恶的老巫婆把我的妈妈给封印在这个照片里面了，现在呀，我就要把这个照片给她摆好，这样妈妈呀就能够从这个照片里面走出来，来陪伴我了。哎呀，不好，这怎么少了一块呢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小长发，小长发，你快看看这个是不是你妈妈的照片呀？啊，我贴上试一试。哎呀，这个不是我妈妈的照片，谢谢你大鳄鱼。哎呦，看见了，我帮不了你了，我走了。小长发，小长发，这个是不是你妈妈的照片呀？哎呦，谢谢你大狗狗，这个颜色也不一样呀，这个也不是我妈妈的照片。哎呀，那我可没办法了，我走了。小长发，小长发，你快看看我大青蛙嘴里面的是不是你妈妈的照片呀？哎，颜色好像一样呢，你快张开嘴巴，快张开嘴巴。哎，好嘞，我现在就张开嘴巴。哎呀呀呀，我张不开嘴巴了，没有能量了啊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再来试一试。哎呀，怎么还是没有能量呢？别着急，小长发，我再来试一试。啊，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嘴巴张开了，你快拿出去给拼一下，看看是不是你妈妈的照片。好好好，现在我就来拼一下。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就是妈妈的照片，这下呀，妈妈就能够从画册里面走出来，来陪伴我了。谢谢你，大青蛙。仔仔，你猜猜这个是什么？我猜是可乐。可乐，那咱们看看是不是可乐。哎，还真的是可乐。好，给你了。那你再猜猜这个是什么？我猜这个是雪碧。那我们看看是不是雪碧。又猜对了。好，给你了。那你再猜猜这个是什么？我猜这个是酸奶。酸奶，那咱们看看是不是酸奶啊。还真的是酸奶，又猜对了。好，都给你了。乔治，这是什么车？这是垃圾车，也叫垃圾回收车。答对啦，奖励乔治一朵小红花。熊大，这是什么车？这是救护车，救护车可以把生病的人送到医院里去。回答正确，奖励熊大一朵小红花。光头强，这是什么车？这是红色的车。回答错误，这是消防车，用来灭火和消防救援的车辆。我也要小红花。光头强，你答错了，是没有小红花的哟。